哦，发射火箭。吴新义选手现在第一名，什么时候要追到乖乖呢？哦，要超越乖乖了。哦，乖乖越骑越快。小心，小心，好可怕！乖一点，你要过去那边，等一下被人家撞到。中间不找到。哇塞！他们很紧张。好，小心哦。小乖，你都故意呢，不可以这样哦。这是别人的东西啊，吴彦廷。请问乖乖选手，你的比赛心得怎么样？继续加油，你已经没有力气，哇！火箭发射。吴彦廷没力了，要不要先休息喝饮料？为什么没有乖呢？吴新义精力十足哈、哦。